Prophetic， 这一首曲子改编自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，但是要带给大家的不是悲伤的感觉，而是要带领大家告别悲怆。不好意思，要带领大家告别悲怆，然后聆听如祈祷一般徐缓平静的感受。现在让我们欢迎和管乐社所带来的悲怆奏鸣曲 Air Prophetic。